好了，今天是礼拜几？今天是礼拜二，我们要来看一下要排多久。现在几点？1636。现在人潮是这样子的，排到这边的，也差不多两排左右而已啦，应该会比较快了。好，不，不，今天会应该会比较快了。现在礼拜二啦，看人潮是不是都永远这样子？大部分排的都是年轻人比较多哈。都是年轻比较喜欢这个，我们是也是喜欢吃的。OK， 喜欢吃。看看多少，几点几分？几点几分？你刚经过了啦。6:30。七，刚6:36。36。啊，我们看实际能拿到餐点的时候是差不多几分？好，排了，反正就。今天我以为比较少人呢，结果还是一堆的。OK， 还是一样的。OK， 好了，我们过了第一个转角，来，现在几点几分？过20分钟了。啊？已经过了20分钟了。20分钟了，我们看一下人多少哈？20分钟了，又一堆人了，呵呵，又一堆人了。刚刚九点结束营业应该会提前叫人家比较排了啊，已经过20分钟了，我看差不多，老婆，我看也差不多了。哦，我们今天在里面吃好不好？重点是里面齁都是他们麦当劳自己人在做打扫，所以不会很干净的，就跟台湾的一样，台湾那个台北24小时的那个也很脏啊，是不是？那个环境都很脏，都是他们自己在整理，所以那个没有请那个打扫阿姨来弄，都很脏。好、哦，是不是？没关系啊，因为今天外面潮湿，我就不喜欢外面吃了。我们今天就找个空位吃。好、哦，现在几分啊？整整等了几分钟了、啊？6:36。六。嗯？半个多钟。半个多小时了，现在快到门口了。然后原本刚才那边有人排，现在比较少，变成这样子。OK， 都不排了，不排。差不多半个小时。哎、欸，我猜，只是说、我们等一下点餐会不会快一点啊？有些人点等半小时，然后拿餐点要45分钟，增加起来都一小时了。OK， 好了，等一下我们就进去再拍了。OK， 好了，走到门口了，现在几点？现在1916几分钟了？差不多要40分钟。40分钟，前面一大堆人在点餐啊，让那个在点，所以，剩还没办法脱离一小时的魔咒，真的嘞。真的啊，这边就没有了，就剩这两排了。OK， 然后明天想要拍早餐给 boy 转过来啊，明天想要拍早餐给大家看。OK， OK。等一下看我们点餐机还要花点时间 ，OK， 再记录了。要几分了？我们还没点餐呢，哎呀，晕倒了。21的，哎呦，我们6:36在外面等，现在都这边就接近一小时了呢，太夸张了。那也是很多年轻人不会点餐的，好不好？不会用那个点餐，我看你学一次就会了，你算很有天分的。笑死人了，年轻人不会用那个点餐。好，等一下再记录。好了，内用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有什么商品，我们就先浏览看看。先看一下超值全餐是什么，看一下有什么价值，重点拍一下才知道价钱。大麦克70，不要暂停，我正在浏览一下了，看一下多少，我看一下价钱，然后往上滑，就这些而已的。返回啊，然后这边的话是看一下，原味400多，辣味的，还有分享盒，200几块，这个是什么？看一下，这个259。259，我们先看看啦、看看啦、鸡块就不要了。那等一下这个
浸润鸡翅，这是辣的呢，你找不到人家给你。我们这个不辣的啊。嗯嗯，来看一下有没有餐点，其他。这个、哦。对对对。要按吗？还没呢，先看看有什么了。我们没有这个在官网上看不到价钱的，四块的，然后一加一星点是什么？那就不用了。我看一下，我是要拍那个食物的内容了，不然你官网找不到那个进那一个是多少，然后再铜板轻松点是多少？什么？是麦香鸡和那个铜板轻松点的价钱，然后还要点心的。我们等一下没有位置。不要紧了。然后这边是冰旋风的价钱是在上面，鸡块十块是104，往上刮一点嘛，这边。对对对对，看一下价钱。然后还有什么发点发点发点嗯对，然后这个是我看一下里面内容哪里拜托什么没什么好看，我都不知道这价钱是怎样。好了，还有各式饮料，看看美式咖啡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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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OK 再滑，这什么热奶茶都48，价钱跟台湾一样。OK， 好了，我们等一下点刚才那个最前面的那个，不是点心类的，不要啦，取消，我们要点那个鸡翅套组，超值全餐的，对对对，我们刚才是想说要吃那个什么分享盒的，这个啦，加饮料没有套组哦，加饮料，这个啦，对啦，哎呀，哦，薯条还大，好。啊、配餐呢？分享盒？你喊名哦。选配餐呢？怎么去？你的还没按，你根本不会点啊，一个人指挥我的。好、啊，结账啊！饮料，可乐吧？还是什么好喝的？看一下。可乐，这个。可乐了，就可乐而已的。加购的嘿，你会不会按呐、啊？你真是的。他按了，为什么他还没有反应？对啊，然后后下来嘞。他点两个就两个啊。嗯。这个，对啊，两杯。嗯嗯嗯，然后这个就结账了、啊。对啊，就按上去啊。对啊，你找不到咖啡酱吧？哎，没有，喝两杯，那怎样？喝两杯。无需加购啊！啊，结账啊！看内容物，这样子啊，要两杯可乐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你找不到比较快，你真的很慢呢、欸，真的是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不要再讲话，老过口了。自己不会操作啊！那你自己不会，你那懒懒，老花了正头了。好了，来单子的。啊？我们就点这个。这个鸡翅而已啊，没有那个啊。这是酥嫩的，这是也是炸的哎。鸡翅啊，哦，对。它是炸的还是怎样？还是换的，这好像不是炸的。这样子烤的呢？烤的呢？取消，回主选单，取消了。我们不要烤，我要烤的。这好像是烤的，这是炸的。这太多了啦，这个啦，我们要这个，这个是劲辣的，这个是酥脆的。这感觉比较好吃，这个。没办法，它一个有炸的，一个没炸的。什么是？那个不是炸的，那个是那个。好了，我们等下做决定在那个了，先折算到这边。OK， 这样380几块，来饮料来，一人一罐，我别点，随便点。胡椒盐用拿多一点来，一人一罐。然后先吃一下这个主餐，哦，看起来很棒呢。美美的在这边呢、啊。啊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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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四杯啊，管他呢，给他吃就好。哇，我一阵子给这么多，来先撒一点来，我们先试试看好不好吃。吃这个，撒胡椒盐，我现在吃一下原味，你吃啊，我拍片你吃 ，OK。
你吃你不会大的。没有，我戴手套。啊，快点快点，我现在喝一下可乐。戴手套。是哦，可乐。我戴手套。嗯，可乐 OK 了。来，先撒一点胡椒盐，吃一下，吃一下辣的。这样加起来380几。快点快点，薯条，薯条先撒一点嘛。薯条先撒一点呢、啊。薯条先撒一点，没赶快吃掉你的鸡翅。放在这边啊，放这边。好了好了，不是这样弄的吧？还是要撒进去啊？不是这样弄的啦。开啊！那你撒点啊，撒点上。我是要把它拿起来，把这个拿起来。不用啦，这样子。你要怎么撒？这样撒就好了啊，哎呀。不要了，要赶快吃啊！我要吃看看今天薯条好不好吃。你要跟他拿他才会给这些酱。嗯，因为薯条比较优一点，可能我们再试验吃。然后这个鸡翅，你吃一下原味。哎，熟乎乎的呀，我看见好吃的感觉。啊，真的好吃耶！哎，不，真的好吃。哦，完美哦。有点辣辣的，哎，有个胡椒，这胡椒，这胡椒，哇，这好吃，这好吃，哎，这帮我撒点那个好不好？撒点那个胡椒盐，哇，这个要加点胡椒盐才100分呢，哇，炸得很棒哎，高一点呐、啊，高一点，轻轻撒、哦、，OK OK OK， 是要加一点感觉，哇。对，好吃啊，完美完美！我今天这餐真是花了不少钱，好吃。等待他们快要下班的时候来吃。哦，好吃好吃好吃！你要吃，你要这个，你不怕辣、哦？嗯。你要这个鸡腿，鸡腿，鸡腿。嗯。啊？嗯。这个。对，真的很赞哦。下午就这边。哇，这好好吃的，选这就对了。薯条也好吃，今天薯条在原吃，就有那个水准了。哦，这鸡翅真是18分，小作文。外面你的那个不大的是什么？嗯，啊不大，看看不大，看看。不大就这样子。不大吃看看，好吃看。这样看，看看葡萄的感觉怎样？葡萄哎、欸，感觉就差几块啊！哦，葡萄还没有，还好没有点葡萄。葡萄跟这个差太多了，还是这个炸现炸，现炸比较有温度了。OK， 好不好？好了，影片就结束了。喜欢我们影片，欢迎订阅我，拜拜，再见。